经理失头咯，啊无究竟是安怎？啊，妈咪啊，你莫问啦，你老认定讲我是你宝贝查某囝，你都莫问原因啦。慧珍哦，我讨厌伊啦，我恨不得你莫上顶我面头前消息。你怎样？邓总诶，下官知。你究竟是做唔对什么代志？啊，何阿勇气甲安尼，叫我一定都爱甲你洗头咯。这个那什么？这个那个，查甫囝阿公诶，你咪悄悄袂输甲咱小家人啊咧！你若唔敢讲，我讲。拜托你唔好讲啦，即若偏偏出去，我甲你讲，我后当输掉甲我洗头咯。哈，洗头咯是咧惊啥？我听你，我若做洗掉，你甲我无共款，你算个惊啥胡妈呀？我只不过是总经理尔，我算个外人啊。当输掉若一句话叫我吼，苦到倒去食家己，我都家己等去。你胡妈呀，哪有可能？你讲个嘛唔对咧，我你知影讲你即空歹。对唔对？啊，你知影危险，你就要跳走，啊，就要放我到这无望求。你做人啊，做啊对呢？哈，你不是讲你我的靠山？啊，我靠，我这座山拢放啊，袂当让你过啊。我敢是吕伯公讲安尼话站都站入，在恁的目睭底，我真是有影也无明理是哦。有看到无？看到无？恁这粒山若放，咱还阁有这粒山好去啦。不然我咧讲，啊，算唔知吼，恁查某囝吼，就是甲我滑倒喺公园遐啦，叫我讲捧一寡软袋啊、遐沙啦、捧石头啦，啊，沙甲湿啦，伊看都袂做你啦。伊有阿教讲，即款布爱教死啦，爱安怎拍、安怎弄、安怎讲，上尾头鬃爱开起来，拄则拿甲断一个，互伊无片啦。然后我举菜刀要甲剁的，这时阵恁查某囝拄啊看到，伊毋则讲要甲石头咯。我有啥物啊？邓总诶，你甲阮囝婿拍阮查某囝？下官该死，董事长，你要甲下官罪死万端，下官愿意承受。我不是，嗯啊，你若要处罚，应该就爱处罚我，还是我的不对，我的不应该两人杀袂死。奇怪嘞，啊，恁两个到底是咧紧张啥的？我啥物时阵讲要甲恁处罚？我不但是袂甲恁处罚，我还搁要甲你写道谢。董事长。你要拍，还是要骂拢无要紧。董事长，你莫往安尼甲我算诶。哎呦，我是伫遐甲你讲实在呢。我这个查某囝，就是伤过天性，伊才娇生惯养。所以讲吼，你安尼甲阮囝婿，对对，爱教，无唔对。我伫要来去出张，等下我若出张倒转来吼。我会补请你。哎呦，我有甲花咯，我甲花咯，结果看伊的表情，确确实实伫甲你说多谢。董事长，这是讲真的咧。啊，好了，刚才多谢董事长。爸，啊，你看白骨伯啊，迄厝够人要买啊？已经住哦。系啊。啊，我原要买已经住哦，足困难的啦。即卖的人哦，大家都嘛去咧投资求发展，但啥物人要来咱这增加所在买厝啊？啊。啊，那安尼，咱这几天四界去搭红条，啊，搁写这个字，都拢白做的啊。你倒有法度啦？咱是厝边搁兼好朋友呢。你无听人直直讲，见人较惨欠人，啊，咱就答应要甲人做，就一定爱甲人做啊。爸，我感觉真奇怪呢。这排骨饼哦，最近哦，自从这个刀嫁出来了吼，规人拢变呢，变了真老实，搁真古意，无啥讲话哦。这也无怪啦。因爸仔囝三个人相依为命，因从来嘛唔捌离开过啊。啊，即马倒无我嫁去台北啊，因当然嘛会感觉较孤单无伴。搁再讲倒哥哥这个人真趣味，搁最爱讲生笑的啊。伊无伫哦，像我嘛感觉怪怪的。阿兄，有一天哦，你甲倒哥哥同款要离开厝的，你看卖我甲阿爸爸是毋是拢会感觉足孤单无伴的？嗯，有理。白骨皮啊，袂啦，他倒暗是三岁囡仔，伊若发生啥物代志，伊会敲电话转来啊。而且哦，这是恁查某囝做的梦，人讲梦吼，甲事实拢会颠倒病啦。其实哦，迄梦我是无看你的心啦，我是看阮阿爸恁规工恁戆心戆心，啊，佮烦恼甲恁饭拢食袂落。我这做查某囝，看落嘛是也足艰苦。我毋才想讲要带阮爸爸来台北来去找阮哥哥。
哎、欸，啊，不过大哥伯啊，啊，你叫阮办的这厝的代志都办了袂好势，啊，人也要安怎？哎，不要紧啦，全权给恁老爸处理就好了啦。啊，好啦，啊，既然你都这么信任我哦，我就全权给你处理啦。哎、嗯，那砍头费哦，我就卖给你提啦。谢谢啦。寒山笑，滔滔两岸潮。唉，自从阮姆妈出丢去了后，我的靠山煞无伫个。加在阮迄阿母还咧困，哦。我真系感觉安尼真无聊。得哩得哩，你做无聊诶哈？有真济工课通要做呢。是，下翁知。我甲你讲，我这两双鞋吼，两三年无穿啊。嗯，也毋过要好好伫咧，要单调无彩，甲我七七号金。啥啥啥啥？你我恁人，你叫我七配？班长，袂堪你啊！会堪你。退去。是，下翁知。阮妈咪也无伫个当总啊出庭，我才看啥物做靠山啦。对啦，我知影，我今日拢无靠山，我绝对会互你拍穿兼加度。知就好，我今晚要出来去，也毋过我穿的这双皮有淡薄仔垃圾，紧来甲我洗洗落清气。好，我知无？加加洗头啊一个。我今日看啥物互你去。要先去搭一卡。一卡带先去。好，南岛路甲。打拼的少年家，阿姊啊，阿姊陪。对啦，这破皮款就是你。是什么的？伊这个变心的。对，你在做啥？我甲阮某七陪。你明明要让你爬起些。这个衫阁袂输甲咱咧牵牛车，嘿，我都得甲阮某七陪下着，啊，你著甲拖拖拖，而且放伊家一个人倒厝里遐吼，伊稍等下掠讲，我来讲。你咧掠讲啥？是呐，你若要共七陪，带咱庄家七陪，恁爸阁袂艰苦，来这里共七陪。爸，你即摆讲这个意思，煞袂输甲咱讲我红七陪咧趁钱，迄毋是呢，我是甲阮某七陪，毋是甲外人啊。哥哥啊，七七话你搁讲会出来啊、嗯？哦，一个查甫人甲某你七陪，你若是让咱庄客人知影，你当笑死哦！甲你讲。什么让笑死？即摆青米已经煮食饭啊，而且我嫁人啊，啊，聘金拢共收了啊。哦，有啊。啊，迄阵啊，我要嫁过来时，你嘛甲交代讲，叫我倒来学迄三丈四叠啦。啊，即摆四丈叠，我才学一丈尔呢，还我搁学你知唔知？学你嫁人去啊！你来咩？知啊，恁爸拜过端庄客遐老罗满嘞，哈、啊！你来这里讲，聘金因为人收了，爱做奴才哦。我唔是咧做奴才啦，咱讲讲实个啦，迄是家己的某呢。啊，但是我咧甲饲，啊，唔是你甲饲，你是咧掠讲安怎？那是你这个囝这么老，又这么志气啊！你咪要甲咱气死个啊！爸，哇，无怪啦，无怪讲我逐天拢咧做乌帮啦。哦，我叫讲哥哥到台北过到偌好啊！可怜哦，原来是在这里做奴才。什么叫做奴才？讲的足歹听，我跟你讲，那是算运动。啊，这咱人啊无运动哦，阿伯怎啊在里唠叨？啊，罔运动，阿伯体格唔只好，对不？你讲煞的，你讲煞的，无啊！你这个囡仔，恁爸唔相信，我唔相信，我好爷人遐阿伯有钱生几个下无啦？这面子就准备甲吐倒转来。爸，你这世人就是敢那爱面子啦！你看，你还为着面子安那哄大家安那大空说你，哎呦，你这世人哦，敢那为着面子安那敢那冤家几摆，你知？莫安那为着面子掠狂啦！啥？叫我莫提这个面子啊！我绝对要偷我这个面子！你莫跟我讲，等下真讲，行？哎，无爸，哎，我叫你行路贴吧，哎，这不是亲家，不是亲家，你变冤家啊！你爸是吃不到药了，啊不是吃了火药，还是安怎？我火气遐大。不是啦，阿叔唔知影吼，伊拄拄啊要去咱遐啦，啊看到我伫甲恁查某囝、阮某亲娘啊七八个啦吼，啊伊就煞在遐看看安尼袂做哩，啊怎啊掠狂啦？哎呦，这什么世界啦？讲一个当着我这波人，我甲查某人都七八个啦。哦，你讲我甲这波人个面出来提给我打打打个样个个。这查某囡仔实在是真唔是款，我这摆若无好好甲伊教训吼。
啊，你实在吼有影，伊叫你试，你就甲试。不是啦，唔啊，卖啦，你卖甲教死啦，你若甲教死，受苦的人拢我啦。你迄发条若甲教愈严哦，我叫断愈大个，你知无？这摆我互你考。啊，袂考你啦，哎呀，这摆唔若去用拍枪兼加毒，一定稳当防不浪的。妈咪啊，我反对你的做法。啊，我们本来就是互相的，我叫伊擦一个皮，这有啥物唔对？唔对就是唔对，你无听人伫咧讲，男女外女女来，顶一帮你叫倒，甲你洗内衫，我无爱讲是要互你家己看会歹势袂？你竟然这边阁叫甲你擦皮鞋，阁是互因老爸亲目睭看到，无啊？你叫我要安怎对人交代？那有啥物咧袂交代？你庄脚人无见识，介为着这款小可代志在咧受气？庄脚人是安怎？庄脚人都唔是人性。无采讲我安尼了一笔钱，互你去外国伫咧留学，看你会加捌一寡代志袂？你竟然连字内字拢唔知影，嘿，我想真无呢。恁个外国老师是安怎咧甲你教？妈咪啊，人个外国人吼、对女性才是偌尊重呢。啊，亲像你即支型个哦，去大外国啊，就害啊。外国是外国啦，咱遮是咱遮，咱遮是中国，你唔通要摕外国来甲遮比。咱中国是礼仪之邦，安尼你会晓袂？妈咪啊，你莫一直替倒伫咧讲话好无？对家己个查某囝，莫对外人遐尔好。你愈安尼吼，我对愈反感。好，啊，你敢有这种想法吼？我都唔相信讲，我无法度甲你改你这个臭脾气。董事长，人也是爱装啦，你嘛有骗无？敢那花花公主咧？哦，是讲丈夫人啊。啊，我若啊，毋捌去行过的所在，我是会紧张会惊呢。惊啥物？查甫囝，啥物场面都爱去甲试看卖咧。报告董事长，讲正经，迄个所在吼，开钱是足贵的啦。啊，这笔钱敢用诶？对公司落去报销？唔咧，唔免对公司报销，我私人互你。这，一天五万，互你开有够？不是啦，丈夫啦，哎呦，不差人的钱，一届开五万，安尼太浪费啦。对，哈，你就是安尼，有钱就爱会晓开，大大方方就甲开，安尼唔知有生一个大丈夫男子汉。大丈夫男子汉，是啊，你就是逐项拢安尼惊惊袂着，一定恁某才会看你无气。行行行，来开，开，做一间开。奶奶，要去倒位啊？我都想要来去秀大呀。啊，拄则你才甲我讲，你要做大丈夫男子汉。啊，男子汉人人咧问话，照实讲。讲啊！食酒家。啥物啊？你要去酒家？你敢要去啊？我敢。你搁讲一遍。酒家。搁讲一遍。家。你。棒。然而你只在沙场。今仔日去试着红派甲红妈的滋味啊吼！妈咪。你做人老母的人，连一点仔反应都无，也无甲伊阻挡，你这算啥物做人的丈夫嘛？我做安尼是安怎？迄是我摕钱互伊去的呢。啥物啊？你摕钱互伊去行酒家？妈咪啊，你是安怎那要安尼做啦？无啊，阿勇啊，啊你毋是讲都爱迄啰较开放、较洋化？啊！我这个丈夫提钱哦，囝婿去行酒家，安尼敢无够开放？我相信讲哦，外国人伊都对我袂着啦。妈咪啊，到底是去行酒家呢，毋是去公园呢？你安尼做，我绝对袂原谅你的啦。啊，免，你要原谅甲唔原谅哦，我已经拢惯习啊啦。啊，我甲你讲，对即马起吼，我要让我的囝婿做一个真真正正的查甫囝。无要搁囥喺厝内，互你做家己阿妈，安尼甲伊调来调去，你爱夹无？妈咪啊，妈咪啊！
安尼上课时，我绝对袂当互你好过。酒醉是啥物？头起起，脚开开。哎对，你阿公你袂啉，结果你酒量盘较好，我互你灌到强要醉嘞。啊，我无大，迄算头囡仔，大家拢做热情，一杯一杯伫甲灌落，啊对，我无啉明啊。哦，我他妈那都自带袂掉呢。讲真个啦，即款食少所在，我算行啊啦。对对对，你算菜鸟，阿伯这个所在，还有足好耍的所在，你拢找我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啥问题？足奇怪，啊，我会记你做总经理，哪会去到人拢叫你等等？你所在拢安尼啦，啊，你嘛是叫你做等的啊？对啊，我都为着伊叫我做等，我甲伊相争啊。我讲恁这历史拢无台，较早是招贤人当道，唔是人做等。哈哈哈！我吼，即款所在一定爱吼，较直行的，知名度自然就悬。到时阵唔免扎现金啊，扎一支笔刀啊，用竹的用签的就好啊。老实，这么多英雄。我无多。你也无多。我算杭州的，我嫁某的，我无迄个命。你可怜，我无甲你骗的。你一天到晚都干了走路走路，互恁某安尼压到落底落底，安尼有算十个人哦，某受这些打落，你袂晓哦？唔啦，我唔敢。哎，我看这嘛吼，我最近来我好等。你讲啥？你讲啥？我该讲惊。暗头啊，俩我搁带伊来骗。唔是啊，迄阵的钱平均着五万块。啊，搁足济开不完，怕算。卖搁去啊！行来迄个阿贵哦。阿贵开一间四季房，啊，四季房哦，几好？迄地主，迄滚味啦，你知影为何？我知伫迄中安东路遮。哦，行，啊，咁好，未歹真行，来点好食。哎呦，酒醉真下雨，这唔请人，你讲要去四季房，恁祖嘛就对你四季拢乌青。哎，干杯，干杯。你无小讲介绍一下，你朋友叫什么名？介绍一下嘛。一个啊，阮公司的驸马，姓杜。哦，原来是杜董的哦。你好，你好哈。哎，以后若是有闲吼，爱定甲阮捧场哦。哎啦，捧场的是无问题啦，还是讲我唔是做杜董啦，恁这拢爱当补习历史，古早时代迄号做董杜才对啦。啊，捧场是讲捧场，唔过阮场若无叫我来，我唔敢来。你嘛，你讲算笑，你嘛，阮无囝婿行少工，嘛有即款代志啊。嗯，那会无？啊，因丈母超工讲吼，叫我带出来少工站，站好安尼足漂皮，安尼才会当培养伊男子汉的气概。这钱还佫足济，后面还开，这算第三间尔呢。嗯，真的哦，好歹好个丈母嘛。那会无？最主要吼，要培养有迄查甫人的气概，因为伊惊某啊。哈，惊某啊！国公家快点，伊是讲，阮某唔惊我啦。阿姨，等啊，你卖假讲啊，闹开，迄查某面头前讲啊，我无面子啊。惊某，有啥物惊？唔知影的啦。就是命呀。好啦，无要紧啦，讲惊某就惊某嘛，对不对？哪好紧，是不是啊？你无听人俗语一句话伫咧讲，讲话做。打某是猪狗牛，惊某大丈夫，打翁练功夫。啊有你呢，哎，啊就凭这句话吼，来，我敬你一杯来。你敬我，哎，你这查某在外半夜空空讲要电话，你唔着停了对唔对？你也无停了，安尼要来用的，那个啊。歹势，借问倒一位是倒档？倒档，倒哎，倒一个做倒档。啊，你就倒档啊，搁倒一个。啊，你就是倒档的。你讲我倒档。什么代志？阮新来一位小姐讲要指定坐你的番。嗯，新来的查某囡仔要坐我番，听着无？听着无？讲真无简单啊！嗯，哦，你头一遍行手街，就有小姐要指定要坐你的番。对啊，知名度开始咧悬啊。在遐叫。大叫咧！我是来叫。哎，未歹，我知名度未歹哦。对，所长，我来讲哦。这个小姐，你爱甲联络请联络袂？好，那暂随甲订起。好，暂甲订起。袂歹，袂歹。都当。哎，小姐来啊！姐。
种的袂歹，这样有效啊，比较伊这算五分啊种的。对啊，五。嘿，细粒子。啊，是安那头一摆上班的款啊，惊见笑。啊！哦，刚刚听到声，我都足烦的。真正的这声水，人一定水，声足油的。嗯，我看一摆咧。还行啦。我见啦。看摆咧。董总啊，这款面干那一大把。你是你笑唔知？这就甲恁某要讲要讲啊。哦，甲我。你这臭老妹！这路写就对了。董事长，我看这出戏卖搁搬落去，要若搁搬落，我看有人会无命哦。无关系啦。继续甲看，因安怎搬，咱就安怎看，坐咧做观众。啊！我叫你死，你就听着我啦！听讲个嗷，嘿，个嗷，啊啊啊！妈，你有看无？我会叫你害死啦！阮某即摆当咧发飙啦，讲我晚即要困啦，我要安怎？方清溪张书记。你生迄条囝吼，就是阮大小姐有够厉害。查阮去倒前酒家，拢知刷了过吼，嫁做迄内面的小姐呢。好头一遍上班，歹势互人看，佫指定要坐阮的番呢，有够厉害，巧巧。哎，顶嘛，我看吼，恁查囝都爱听你的话咧，无你只袂家苦劝一下，拜托个吼。唉，免甲姑情啦，你即马去甲姑情吼。伊如何款？哎，即嘛当咧发圣地，拢总莫去插伊，互伊家己去摄，家己去去去去，念咪就好。唔是啊，哎，问题伫遮，伊干那配给一粒枕头丸，我硬唔知要倒困啊。困啊！看你有够戆个咧！我甲你讲啊，迄恁丈母，阮董事长互咱五万块还袂开完。我找恁大饭店开总统套房，煞着我叫小姐来住眠。董总诶，啊，下官知。我敢那无教你安尼做。有影无？下官开始家己拍嘴皮，家己拍嘴皮。来大饭店住房间，啊，搁后段迄小姐来住眠，迄三条无啊，吼。对啦，王家婿啊，董总诶，你讲有理。阿阳房间唔互你困，去。去开套房，开套房，唔好啦！我看规矩吼，这条钱是省起来。哎，客厅看，看空气阁袂够歹，啊，伊碰伊阁软软。规矩我下暗坐啊，等客厅看碰伊着。对，咱两个算好兄弟啊，咱两个同甘共苦。你看碰伊，我嘛同安看碰伊。啊，你是我兄弟。对，干，干，我困啊。嗯，好。哎呦！敢那袂输去食着安眠药嘛，唔免安尼，啊，光困安尼倒落就困，哼，都唔是马，拢徛咧困啦。晚安。哼，哎，大祖先，我真对不住，请恁原谅我。若是我爱跋筊，才安尼欠人遐济钱，啊，今日就恁算阮囝。啊！来叫去台北好人，来替我苦读。我是真甘心。我就转，我一定想办法，要将阮孙哦，甲带倒转来。爸爸，恁孙阮家带倒转来啦。爸。啊。林爸啦。我知影讲哦，你即摆看到阿兄去阿嫂安尼欺负，你心肝足痛苦的。啊，是讲这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你都莫阁烦恼啊啦吼。这莫怪讲我烦恼，莫怪我生气。恁阿兄带出内面哦，虽然我真爱干妈啦，你还唔讲哦，啥物工课都唔敢好做呢，我忝命命，是咪讲起啊？你硬去陪。妈，啊无你即摆到底是拍算要安怎嘞？
我唔相信讲有钱哦，就差遐尔济啦。我一定要想办法哦，将恁阿兄甲带转来啦。爸，恁通袂记呢？你是甲收200万的骗局，唔是200块呢？啊，咱倒来遐尼济钱啊！呀，200万，呀，真是卡，人两卡，我要倒做咩？哎，大哥仔，我听阿哥伯讲，要你转来，我赶紧来。哦，你这间厝吼，已经找买主啊呢？是啊。啊，这。找买主啊？啊，唔过伯哦，啊恁本来要去台北做生意，啊即摆生意无爱做，转来啊厝敢敢还？我哪个卖袂了？少卖，无卖袂用的。哎，大哥仔啊，啊唔过对方哦，伊讲哦，唔是干那要甲你买这间厝呢？你讲嫌你遐远啊，后壁遐地哦，要总甲你买起啦。嘿，规拢要甲你买起吼。嘿啊嘿啊，不过听讲哦，对方是台北好爷人，伊要买你这块地哦来去白庄。真实的哦，好爷人嘞。哎，啊又讲哦，一边出价要偌济无？哎，啊你当初你就交代阮爸仔囝替你处理，啊，不过恁即摆倒来就互恁去化解啊。哦，哎，对啦对啦对啦，哎，白骨大啊，啊等恁这回就倒转来啊，恁敢不是讲不爱去台北啊？啊你这敢真实要买？是啊，为着阮囝绝对要买。啊！为着恁囝，哎，白骨大，啊，恁囝是安怎？啊，我这秘密暂时袂用甲恁讲，安尼啦，你先带我来找个买主，若会袂成，我才将代志讲予恁听啦。安尼好，我下面就带你来去。阿嬷，莫安尼啦，啊，迄款衫裤安足歹看，你安买款衫裤就要走。莫遐花老济啦，哎，阿嬷，莫遐啦，你嘛少操我一下。我跟你讲啦，你也知影哦，即摆阮店嘛是无伫个哦，啊，搁遐当总经理也无伫个，啊，你即摆家己包我暗暝做啊出去哦，若去互看到，人唔知影讲就是讲我甲你逆台，甲你苦刀，甲你挂出去咧。厝尾规矩，互你住，安尼也袂用停，哈？哎，袂用停，嘿，等，我让你走。谁啦？我唔叫人哦。无啊！恁是啥物代志？又搁伫咧大细声？哎，强啦！你倒来拄好，你看看人讲利用恁两个无伫个包，我看着就要走啦。无啊！你安尼是咧创啥？我昏伫你的心目中，就敢若有囝婿，也无我这个查某囝，我规气出出来去啊！哎呦，大小姐，到底咱何必苦啦？代志都免安尼做，你嘛听人讲咧。翁某翁某，床头拍床尾和啦，唔免安尼啦。而且阮做安尼嘛是董事长叫阮去做的啊。我会安尼做嘛是希望看恁翁仔某会当安尼和好，要互你这个骄傲的先改掉。啊，你唔改无要紧，刷落甲我款包袱啊，要离家出走。外口敢真是遐尼好？那遐尼好吼？好，爱出去就你出去。好嘛。出来去就出来去嘛！哎，别动！哎，莫响！莫啦！我叫你响，你有听到无？我响！别动！我响！我唔响！真正唔响！哎，你唔嘛，你嘛讲一个话，出一个声。你免甲主动。好去。啊！响啦！爸，妈啦，妈啦！哎，林哥啊！爸，明年来你即摆结这个面相，甲这个姿势哦，煞袂输敢那得要扯平的呢。对，唔免叫亲家，硬要甲你扯平。打200万，这要创啥？要教阮囝小心，要甲你退婚。行。200万来，要甲你退婚。哎，亲家啊，亲家啊，莫受气啦，等大家都好好滴个，总无讲安尼摕这个钱，啥物要退婚哦，歹听啦，有啥物无爽快的代志哦，这，大家慢慢啊讲。无啥物通好讲的，倒个生听你家己惊啥呢？你安怎对待恁心内足清楚？你讲啥话啊？啊？唔是啦，爸，你听我讲啦，我即摆若对你走吼，厝边头尾若看到，就是讲我嫁来这个所在无守妇德，啊，才会去让因管理家出走，啊，我哪有啥物面子？哥哥啊，你安尼讲哪会对啊？阮安尼做嘛是为着你好呢，而且哦，我甲爸爸已经决定啊，今日无论安怎，要甲你小心转去。嗯，小心就小心嘛，既然恁老这款拍算。
我嘛袂为难你，随在恁啦。哈，杨诶，啊你真正呢？你要放羊食草哦？哎呦，你死囡仔，你好歹我拢听无啊！拜托诶，我诶囝呢？较有气魄，做一男子汉的气魄，互看咧啦！多点诶，大小姐，即摆毋是你咧讲耍笑呢？你哦，唔通安尼阁使个性啦，要若无，你诶哭，你诶无目屎哦，你哭无眼红，我甲你讲。好，你即摆阁结迄个冷酷酷的表情，安尼我今日日后我一定要提出着男性的本领。既然阁今日阮老爸有摕这200万来吼，我这200万，爸，你倒位来200万？是我要嫁啦，而且哦，我已经甲对方收400万的聘金啊。哎呦，看袂出哦，迄个型的过后再讲收400万的聘金。大小姐啊，你讲这是啥物话啊？哈，你叫伊讲甲你这有行情哦。我这种的嘛是介有行情的哦。杨啊，大家莫安尼啦，哎呦，较冷静咧，千万都唔通意气用事。啊，若安尼哦，吵吵闹闹哦，对大家拢是无好处啦。我甲你讲啦，我决定的代志从来不改变的啦，200万伫遐，人我要带转来，倒来去。无啦，爸，对恁爸转来恁就好啦。爸，亲家啊，亲家啊，亲家啊，哎，我慢慢啊讲，亲家啊。你看你，你看你，一个好好的婚姻，啊，你都安尼吵架闹架，安尼，啊，吵到安尼啦，互恁大伯安尼受气，啊，当人安尼钱拼咧，讲要替婚人带转去。啊！看你要安怎？我知啊，我变来知影讲，你忽然间会变到这尼啊有个性。你阁好意思讲？对家己的翁婿袂输，敢若伫咧对奴隶共款的，哈？迄什么人都无法度通忍耐啦！卡袂着，着款包袱仔要离家出走。那你看，你还袂走，人都先带走啊啦！赶赶入去啦！唐署长，咱代志变到这款地步，咱唐署长你有啥打算啦？对啦，唐总咧，我吼老实甲你讲吼，是我实在是真喜欢这个囝婿啦。啊，但伊即马互带转去吼，你紧对后边加入去。你若有法度劝阮囝婿回心转意倒转来，我赏金50000块。好，我准备，我歹行啦。无啊，你啥货囡仔哟？我安尼无会甲你小心倒转啊！你煞无欢喜，那真大只坐啊！不是啊，爸，你爱知影咧，我即摆伫罗湖家吼，遐算讲住甲习惯啊。啊，你向叫我倒去，我有当时也袂惯势。嘿嘿，哥哥啊，啊，你是不是安尼心肝搁咧唔甘嘛？嘿，你爱想看卖咧，你伫咧罗湖家安尼哦，敢若袂出人个路财安尼哦，晃来晃去。我甲爸爸安尼做哦，是咧救你呢。对啊，我知影你是咧救我哦。啊，你救我算讲摕。奇怪，阿妹啊，啊你的行情敢真正有遐好？哦，你嫁人我都拿收到400万的聘金哦。哦。哼，伊个真是有行情遐尔好哦，我轻松啊，我正经遐坐咧只倒咧房啊。对哦，迄400万是我未来已经租厝，甲变遐地啦。哈？阿爸，你将着咱遐祖先房外遐做公仔生甲卖掉，你安尼甲对得起你的四大人？哦，我的是大人，你是谁啊？算讲我的祖先啊。安尼不是同款，无法度啊！我不忍心看你看这个孤囝，底下这样叫，台底样欺负，所以我只有安尼做啊。对啦，哥哥，敢讲哦，你欢喜安尼一世人去孤家做奴才？对，我无愿意，甲恁拢肯为我做这个代志啊吼！我安尼孤家绝对无愿转去，我要转来咱后头厝。倒来，倒来。哦，你这是要走嘞？正讲伊若唔走，我说是你，你安怎做？爱华，我确实若是换做是恁阿兄倒的，讲真经的，自从倒嫁去阮董事长因家，互阮大小姐做翁了，我感觉阮大小姐吼拢家虐待，倒的吼虽然讲受了万般的痛苦，但是嘛是恁是阮大小姐拢甲找家当、找家婿、洗衫、煮饭，都搁较洗身躯，煞了搁带囡仔。虽然囡仔袂生，但是了后嘛是安怎？总讲一句，可是若讲我出事啦，阮家的人无来甲我带，我再来算啦。
笑诶，你还要哭，你还要笑？我即马是我咧用吉他，你咧用吉他，你是咧哭哭呐？是感觉讲吼，恁兄妹啊感情安尼遮尼好，讲真，我想到恁两个兄妹啊感情遮尼好，感动着。我甲你性格是同款的，对无？对。我已经改过变了无啊？我一定甲你穿同领裤，我一定徛伫你这边的。咱两个穿同一领裤，安尼要怎弄？迄领裤就上个啊！我甲你讲，所以你甲我转来五百。我甘愿为你做出一层轰轰烈烈、惊天动地的大事情。呀！人也无伫个啦，咱啉一个茶哦，都爱我家己斟。我哭闹有啥物路用？变到这款的场面哦，拢是你家己做得来的啦。妈咪啊，我知影讲我唔好啦，啊，不过哦，我搁倒来斗阵一段时间，我嘛唔是讲完全对伊拢无感情，免讲我心肝内嘛会艰苦。免艰苦啦。妈咪啊，有叫邓总的吼去放倒的倒转来。谢谢了，妈咪，真多谢。邓处长，邓处长，我啥转来？转来呀啦！哎呦，我都知哦。那讲咱邓总的伫咧做代志哦，一向拢足有够力的啦，足可靠的。将要切断的场嘛，我跟你讲哦，迄是邓总的，伊甲我讲要转来办一摊轰轰烈烈的代志，我才对伊转来呢。轰轰烈烈，无是甚物代志啊？甚物代志？大小姐，为今日开始，我要做出查甫囝的这个行为，我要甲恁洗头路。哈？洗头路？一个人强要渡过啦，免藏啊啦！看什么人相片？我哪在看相片？我是在看名片。啊，免假啦！我假都无成啊，都看到明明都看到，我当爱假，看啥个啦？爱看你提看嘛，打。我叫讲你看到一个水姑娘，原来就是阮的脾气，足歹个性，足倔强的大小姐。拜托的啦，等恁两个代志早都已经拢煞煞去啊，啊，搁你看下有啥物路用？煞是另外一回事啦，但是你也知影哦，人咧讲哦，一条夫妻百世恩啦，啊，向阳那离开了后吼，人生嘛是会想啊。想，想要想啥？恁两个已经吼，上好你莫搁想，爱甲吼家己的代志放好袂记，安尼无才对。你莫安尼讲呢，有当时啊，恁两个想看嘛咧吼，伊的人嘛袂歹啊。伊是除了讲人较恶。脚较短，面较圆，目睭较土类，啊嘴较阔，鼻较刁天，安尼尔。其他伊啊，个性较娇娘，其他也无啥物歹处啊，对。无唔对啦，阮迄大小姐照你讲的，正经拢无啥物缺点，干那你讲遐缺点尔。但是吼，最主要伊出世了着家庭，我出世了，互阮董事长做查某囝无简单，迄会使讲好硬，甲会惊死人。伊是阮董事长的姑查某囝呢。哈？伊毋是恁董事长亲生的哦，是恁董事长因阿姑生的查某囝。你毋是你讲啥来咧？伊阮董事长阿姑的查某囝，佮伊讲董事长着白白啊，要安怎做阿母囝？伊就是阮董事长的独生女啦，姑查某囝汤生完就对啦，所以脾气嘛只安尼娇生惯养。啊，毋过事实讲啦，坦白讲啦，煞落去讲吼，佮再讲，我敢若强强要讲吼。你即摆是安怎？要讲毋讲？讲。我讲。我想讲，看是毋是会当见伊一面。拜托个，讲真个，我毋知影讲，我歹相信讲你天大你是吼遮痴情个男性。拜托，莫阁痴情啊！恁都已经分开啊，无定着你即马坐伫遐戆戆啊伫想伊。人伊即摆无定安尼吼摸一个啦，阁无偌久你看到伊，无定已经生囝做老母啊。哼，迄是无可能个代志。无可能个代志，一定就会发生啦。分开就分开啊！等你想有啥物路用啦？不是啦，我主要目的我是想讲吼，见到伊的面了后，我要甲伊讲吼，咱既然甲无缘下做翁某吼，也无规矩哦，做一下兄妹仔行，甚至做一下普通朋友嘛好啊。普通朋友，你这个意思我赞成。也毋过讲真个，这无遐尼好扭捏嘞。上主要爱恁老爸同意才会用的。
阮老爸哦、喔，对，终于哦，哎哎哎，哇，终于你凯旋归啦！是咧，什么凯旋？这娘伊只好把舞啊，啊，互人丽人当来后头住，这当然是恭喜啊！这有啥物好恭喜？哎啦哎啦，对，你甲想看卖，你真无简单，才会当脱离开虎口呢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毋免过着艰苦的日子。你搁甲想看卖，你即马已经恢复着单身贵族的身份，应该爱恭喜啊！对啊对啊，小哥哥，你拢毋知影，你离开阮庄内吼，庄内人拢足想你的呢。啊，你即马倒转来，我拢足欢喜的。对，阮爸吼，安说阴暗哦，对了，做地多啊呀，要办一桌青草，请你庆祝者。嗯，杜哥哥，今后代志哦，一定爱时调，暗时一定爱来互阮请。好，对，敢若讲要请我，我绝对会到位的。啊，好，安尼，我先转来。好，啊，你阴暗就一定爱来哦，来哦。咱袂记哦。我传达你哦。恁怎啊来人家注意呢？讲要请你，干若无请我啦？放血啦！啊，是讲奇怪。啊，伊若唔出来就唔出来，要出来三下做一摆出来。啊，店是安那，无人顾。无啊，可能是因出来时就大阳，啊，转去才阁开张啦。哎呦，恁这庄仔内正样吼，大家拢重感情咧，才有人情味啦。就知影讲你转来吼，来甲你恭喜凯旋安尼哦，红离婚倒转来。你都爱看讲对方是啥物人，因为我生作太有人缘了。无啊，是啥物人缘咧？我爸，你等下。好了好了，轻轻啊，唔当去转到买冬骨。阿囝，喂，啊你今日对我真好咧吼，唔知啥物贵事哈？贵事是无啦，我是淡薄仔代志想讲要甲爸你小参详者。哦，啥物代志你讲啊？爸，咱这算庄卡场，对啦，空气是袂歹啦。但古人咧台北吼是繁华的都市，足文明的呢。啊，咱若要去台北，都要坐火车，安冲，到台北了后吼，坐落车头吼，看到吼，哦，足发展的哦。我就是意思讲，要台北看阮某。阿娘，你搁叫阮要坐好好势，啊，听着你即句，我嫌倒向兄呢。嘿，无是伊啦。安尼讲起意思，就是讲你还搁咧怀念迄个虎爸母就对啦。你去因家做奴才，做了还袂过瘾，啊？哥哥啊，啊你到底是安怎？你安尼做哦，我反对啦。啊？哎呦，恁两个误会，你迄个对啊啦。伊哦去台北去要去看大小姐，毋是讲要介好好啦。对啦，爸，我主要意思吼是讲去台北来见到迄阮迄无影只某了后吼。我要好好啊，甲伊苦劝，讲伊莫阁遐刁啊吼，啊莫互因老母安尼常常伫别人个面头前偷脚也袂起来啦。哦，好啦，既然你有这种心意，啊，可要叫改变，好，互你去试看卖。Thank you, sir。啊，咱大家都拢已经退婚，啊，阁有啥话通我讲？报告大小姐，哎呦，对吼，伊即摆转来是足诚心、足诚意个，要甲你讲看卖啊，无歹意啦。对啦，阿勇啊，啊人都已经转来就好。啊，有啥物话吼，大家都温柔啊讲，莫阁安尼讲话遐尼出力，大家都阁误会。好嘛，过去翁婿，你有啥物话你做你讲啊？这个强强要切断的地方，我拜托你哦，互我单独甲阿勇来讲一下，啊，我希望恁小费撇一下。哈，含我也袂听哦。对啦，当司长。啊，无你坐车底，人伫食米粉，你要喝烧烧，我请你来啉咖啡。无闲的某，我唔知会用小坐一下无吼？要坐就坐啊。这张是你的相片，害你。啊，你今日专工来遮，就是为着这张相片哦。啊，相片你若要滴就留咧啊，啊若唔滴就甲伊弹掉啊。我诶人算重感情诶，啊而且共弹掉相片哦，嘛是算一种无礼貌诶行为。啊，我遮尔有感情哦，虽然咱即摆是已经离掉啊，毋过我若看到你诶相片哦，我有人共款会乌白想啦。过去翁婿，啊你还阁有啥物代志无？咱今仔日就变成安尼吼，事实讲起来吼，要论人品哦，我是输你啦。啊，我也不是生做落烟斗啊！啊，你是算讲比我有较水啦，而且你嘛较贤出入来外，你嘛较贤交际，啊，我算一个庄脚囡仔尔，啊，阮老爸搁咧做老模咧，啊，
啊，你若出去甲人交际时，你开嘴拢 A B C， 啊，若我这庄家囡仔吼，若毋是落雷米，就到家底。我的人格吼，根本就甲你匹配袂起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当初咱会当做翁某吼，这是我一种的迄妄想啦。啊，甲知影做翁某了后吼，你敢毋知影？我心肝内我会想讲，这一定会去用甲人讲笑话。啊，你今仔专工来遮，就是咧讲这会互人讲笑话的代志啊？无啦，唔是啦，我上主要就是要讲吼，我会嫁你做翁，就是因为我要替阮老爸还遐个交钱，啊，阮老爸就是爱安尼博，所以咧，才着爱将我嫁你来收伊两百万的聘金，啊，阮老爸今仔日会摕两百万来吼，实在是吼，迄两百万也唔是阮小妹仔去嫁人的聘金啦，事实上，伊是伫咧厝边头尾共沙沙借借倒来，搁再减袂掉阮厝的做工啊，算足济，所以才有迄两百万。啊！阮老爸伊会摕两百万要来甲伊离掉吼，伊就会超工要甲你结，因为吼，伊看到你伫咧做人，你拢常常吼会使个性，啊，而且太骄傲，啊，拢害恁老母吼常常为你伫咧烦恼啦。原来是安尼。唔，安尼尔。今日最后我要甲你讲的，就是讲吼，虽然咱即摆已经离掉啊，但不过咱嘛将我当作兄妹仔行，无准讲你甲我当作朋友就好。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接受到我的苦劝。你要好好做人，将到你过去迄款骄傲的个性，绝对要改改掉，让恁老母吼，伫正人的面头前，头壳也较会起来咧。对。我感觉我足坚强的。我拢无甲江浩伊解哭的。歹势咧，歹势。讲真经啊，我这翁公婿啊，爸目眉啊，无人请家己来是足歹势。哎呦，下官总，你讲啊，你听哪对啦？应该歹势是我啊。你因家哦，我落风雨哦，未记讲你伫遐无甲你请你咧。来来来，对啦。哦，对啊，啊你实我咧真无简单咧，迄个有钱人个千金小姐，互你感动到流目屎，哦，厉害厉害哦！讲才听你讲，那像是讲迄种有钱人哦，像我咧哦，用钱就用去使死人哦，你看你想法拢唔对。对啦，有影啦，我讲你听啦，我会甲伊苦劝，就是因为安尼啦。咩啦，我吼，我是可怜啦，阮老爸做老毛，佫兼无钱啦。我无啦，唔是啊，我若假使讲有参照殷小姐迄款个家境吼，我绝对会利用我个家境。凊彩来选一个立法委员，啊是无上少嘛，做一个议员回馈社会，对唔？臭蛋！伊唔是臭蛋，唔那安尼尔。我甲阮董事长伫咧门口伫咧听，听到外感动的呢。哦，讲迄话真个无简单啦。若对，真个实在袂。也若无吼，早就出大啦。阮小姐听到安尼，哭到一只敢若牛咧。阮两个就咧冲入来，哎呦，看到对吼，目睭干掉的啦。我目睭干掉咧咩？啊，无敢要提出来外口算哦。我意思讲，唔是目睭啦，你个目屎安尼干伫个目睭个，差点仔就淋落来。哦，不简单啦。阿杰，喂，小妹甲讲你即摆学个遮牛，啊去共苦劝啊，害人会当安尼改变倒转来，算起来无简单啦。是讲这也无啥稀罕，这就是吼，有这个老爸才有这个囝。那我少年时阵专门咧共解决代志，所以也变我一定个啊。臭蛋！这恁爸绝对无臭蛋，啊！若讲真个，我也离开遐原也好啦。我脱离苦海，阮那小姐迄款个性，啥物人记在你下条啦？哎，奇怪呢，阮大家拢讲恁小姐个歹话，啊！你袂生气，啊？佫反倒转来讲伊个歹话，啊！你袂感觉足怪啦？那有啥物好怪？怎要怪啥？我早就离开遐啦！我即摆佫拢甲恁讲过，咱即摆遮拢讲过。阿官总诶，啊！你讲到阮感觉即句话是啥意思啊？阿叔也毋知影，伊听我，甲我同进退。我即摆既然甲何因小姐离婚了后吼，人伊还共款失职啦，即摆算咱这边的人好人。哦，哥哥啊，想袂到哦，即摆你会当安尼交到遮尼好诶朋友。等总诶，来，我代替哥哥敬你一杯。哎，应该。哦，美女啊，你伫咧叫，啊，徛遮远安尼，敢若牛郎织女咧，我出过啦。等一下。哎，你即摆是要去甲因查某囝、甲阮小妹啉烧酒呢？啊，对阮门口行过是安拢，这边拢无烧酒门啊。啊，有影有影，歹势，无甲恁存存者，来来。超过啦，来你无酒啊，我陪啦。来来来，咱大家来。
念去陪，念去陪。啊，真的是赞。来，歹势吼，讲真个，你也免牙碎多些，我做应该爱做的嘛。反正哦，家己的人啦，对无？来，我进，我进。一摆哦，你为着恁爸爸牺牲遐尼多，让我足感动的。啊，你怎啊搁退婚啊？孤单无伴啦。是啦。别紧啦，啊，你想讲我安怎啊？哎，这是啥查囡？哎呦，敢那当大人当无过，惊无过，还无脚地，我这我好恁我来讲，我也抱袂落哦。放心，拢免抱，你敢那恁个个大姨稳了，骨碌。好明明知影家己唔对，啊，不过踮你的面头前，我都唔肯甲你回实的。你敢知影自从你离开了后，我是安尼偌年啊思念你的，想你又搁记你袂着，只好画一张图啊对图伫咧讲话。过去的翁婿，你有听到啊无？有听到我咧叫你无哈？有啦，我拢听到啊啦。妈咪啊，勇啊！啊，你是当时遇到这种的安尼，我拢唔知半项。啊，你拄只伫只咧画咧画啥？无啦，我咧画风景啦。画风景？哈哈哈！我你当时啊，遐牛啊画风景，来摕咱妈咪看卖咧。风景若水，咱来佚佗。无啦，他学的尔，无。哎呀，我紧啦，我看卖咧。哼。哎呦，啊，这敢毋是倒的？啊，伊哪有遮水？无啦，妈咪啊，伫咧我的心目中哦，伊确实有影真完美啦，伊是我的偶像呢。啊，所以伊人虽然歹，伊遐个撩魂捏颈，我拢甲扣掉啦。阿勇啊，拄只你家己在遮自言自语，你咧讲遐话，我拢有听到啦。啊，哪对安尼？踮咧脚床后偷偷啊，才咧家己回事咧。你若唔当面家己回讲，你唔对。你若安尼做吼，倒个一定会真欢喜、真感动，唔知要偌笑你咧。妈咪啊，迄天哦，伊来咱家讲遐话哦，我才了解讲，伊确确实实伊捌的比我较侪啦。你今嘛才会晓想，已经想万啊啦，分也摕啊啦，200万也行咱啦。啊，你想咱是要阁安怎？要安怎？办法我是有啦。是惊妈咪你唔肯甲我斗三工尔。戆囡仔，妈咪哪会讲唔肯甲你斗三工？你有啥物办法？你肯哦，妈咪我甲你讲。来，进来，进。足重要代志啦。哥哥，啊，我咧洗碗，你安尼甲我叫出来是要创啥啦？我来洗碗啦。不，这代志足重要。洗碗看看办，这代志上重要，一定要先办。重要，我洗碗较重要啦。这代志较重要，我咧讲哦。你即摆搁离开，我涂跤甲你画一张卡，徛好势哦。你袂用去打出迄顺外，咱即摆玩这个游戏，你若打出迄顺外，你就死啊！知唔知？我注意咧看，你知唔知？袂用离开哦。哥哥啊，到底啥物重要代志，你先甲我讲啦。稍等下，你就知。我即摆出来，袂用离开哦。好，想要离开哦，袂用了，知唔知？好。嘿，甲我讲出三岁囡仔，叫我袂用离开哦，我就偏偏要甲行出去。
爱华小姐。邓大爷你好。你好。邓大爷，啊，你来阮厝，唔知有啥物代志啊？当然有代志啊，啊，但是吼，一阵娘娘吼，好叫娘娘吼，啊，我唔知要安怎讲呢。不要紧啦，有啥物代志哦，你自己讲啦。这代志吼，要讲是，我要来讲这句话吼，但是拢足侪人面头前啊，啊，我这人搁畏见少，搁歹势讲啊。我这话吼，咱两个根本拢无单独机会甲你讲，啊，所以这话拢藏足久啊，藏到用要臭酸。我这话若拢无讲哦，万一若臭酸，看要安怎？所以我这人就一定爱讲啊。等等诶，啊，我叫你讲啦，啊无，你啥哦，叫阮叫破气安尼？嘿啦，快紧哦，叫我讲快紧哦，这你讲的哦，唔通后悔哦。我当众的吼，庭中吼，要甲你求婚。什么呀、啊？你要向我求婚哦！啊，好结婚啊！阿姨真欢喜啦！你欢喜，我反对的。你欢喜，我反对。我排骨的查囝呢？哦，你好大凊彩就想要求婚啊？我知啦，你是五分啊，算个老大外号，老排骨大啊。但是讲真个，排骨大，我甲恁查囝结婚这个代志，我有经过人同意，我才敢安尼做啊。经过人同意，我也无同意，无啥同意啊。遐那招待那袂紧来啦。我伫后壁。袂同意啦，恁坐伙人，你受气啊，甲讲一下啦。好好好，你给我。阿爸。迄妹妹吼，得要伊要甲妹妹结婚的代志吼，迄都是我答应的。你答应的，是无咱请教问下，好，这间厝的户口簿登记头一个什么人哈？你，对啊，安尼我户长呢？我户长无做主，你凊彩就答应你媳妇要嫁予伊，安尼敢对？啊，你若死的时阵，我忠心为父呢？真歹势，你到即摆还未死咧？是咧，啊是讲吼，咱讲讲实咧，我这边伫老家吼，去予因欺负，因伫甲苦读的时吼，那不是这邓总的吼？伊邓总的？啊，不，即摆不是邓总，即摆改名，好多邓无头路。啊，邓无头路，安尼免讲啊。会啦，会讲的啦，伊这个人对人袂歹，做人阁有气魄。你还知影我伫五家的时阵，若毋是伊出头露角吼，我会常常去用欺负。啊，这一边我甲因小姐离婚哦，人伊嘛甲我通进退，怎辞职你知毋知？我你讲啊，我为着要报答伊的温情吼，我毋只将阮小妹要匹配予伊。哎，对啊。什么啊，哥哥啊，你是甲我当作礼物安尼送来送去哦？你还知影这是关系到我一生的幸福，你要来当安尼做啊？哎，你哪句话讲安尼？啊，我嘛甲你求婚嘛是将我一生的幸福拢送予你啊！查甫囡仔讲话讲得好听，免讲我将幸福送予你，爱讲我将幸福奉献予你。啊对，应该讲好将幸福奉献予你。稍等下，你爱想看卖，你要奉献给我，你看我要接受无？我爱搁考虑看卖咧。阿妹啊，这个人袂歹，我有哪介绍予你看？看卖，这款的人才。头大面四方，路大自在王，脚大踢球王，手大钳仔王。无啦，你啊，手大叫做篮球王。对，篮球王。这款人袂歹，你啊看麦，人是安尼条纹较侪尔尔啦，啊看起来较臭老啦，啊嘴较冒一丝啊啦，啊人二脚佫短安尼尔尔啦，无其他无啥歹处啦。对啦。嗯，这看起来是袂歹啦，唔过少年。你要叫恁小妹安尼，嫁予伊，啊你嘛叫伊问看看我有同意无，我有欠他无？啊，是啦，我已经欠他呀。安尼，许排骨大，我甲你保证，恁查某囝也是爱华小姐，若嫁予我，一定予伊终身幸福，予伊好命命。恁讲的好听，我请问你，阮查囝嫁你有啥物保障无？保障是安尼，我早拢准备好些。好。这是假金铺，这我自从入去五家自工友直直做到总经理，十外年的这个业绩，全部送予恁查某囝。十几年的业绩，稳着。哎呀，啊那安尼内底上少有七位数的假金。
嘿，有影是七位数啦，兼过吼，参这小数点加加起来才七位数啦，实际上才43,000块啦。卖讲遐大声啦！哦，你见笑呢？你有够见笑呢？你真正做十几年，对迄工友一个星星姐，甲做总经理，才欠40,000，阮隔壁一个扣二纸的，迄个叫做阿 Q 哦的，人伊才扣3年尔，中10万，你知唔知？你有够笑。啊，好啦，恁家讲啊济啦，那像这种的吼。暂时按下，我考虑看卖。夏哥总诶，嘿，夏哥总诶，啊，安怎什么代志啦？迄有人去阮茶店诶遐吼，要找你啉烧酒。啊，我真想去啊！人找我啉烧酒，一定是我吃诶。我拢总假金嘛才存43,000，我说我破产啦。你放心，酒会免你开钱，对方要请。啊，人要请？什么人？爸，菜都要冷啊，遐哪唔紧转来啊？就是安尼死嘛，这死囡仔讲叫去带一个人带几包骨。嘿，爸爸爸，人过来，人过来。哎，贵宾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来坐啦，来坐啦。这道酒菜吼，是有人要请你诶。哦，这是办到这么澎湃，这么清楚哦。哎呦，我这是什么请哇？邓总经理。哎，下官在。啊，无咯，下官即马不在，即马是邓董诶在。当当的啊，咱借问吼，当当的，唔知咧做啥物大事件吼？既然你若借问，我就互你借问啊。即马当当的，这个是家己凊彩学好的啦。其实嘛，无啥物头路，每工拢伫算电话条。邓总的，你嘛安尼想看卖咧？过去你住伫我的公司遐尼侪年，我嘛对你无歹，吼。啊，我对你遮尼好，只是有一半时啊，讲阿勇会应你。因你的话应较超过一点啊，查甫人哪都安尼扣因啦。对，李雄对人拢足热情的，啊是安怎今日来对阮这尼啊冷淡？是啊是啊，下官总的，啊人都遐有诚意，人还袂来，酒菜拢甲你穿便便，你嘛莫用迄落态度。哦，安尼吼，有影啦，啊都恁遐侪人伫咧求情吼，我就迄落啦。啊，讲正经的啦，啊恁来遮吼。一定有什么目的的，对无？有什么企图？恁直接讲袂紧啦，也若无，哪会办到这车草？讲企图是歹听啦，是有淡薄仔代志要来麻烦你啦。我著知哦，一定是有企图啦。啊是讲哦，俗语一句话啦，著食人的饭，反人问啦。啊，但都已经吼，互你请到啊，有什么代志直接讲。是安尼啦，邓总的啊，啊都。大智多思哦！啊，你邓总安奈自站出去，到即摆拢未转来啦！啊，伊敢毋是讲要过来讲婚事？爸，啊，咱家在讲哦，做，哼，你要奉献哦，我嘛爱问人看要收啊，唔收？啊，今仔日拄拄啊，思思念念，要几个假细字就一种的。啊，这送个小妹哈？啊，这送个查某囝哈？啊是哦。哥，你哪呢啦？啊！你想看嘛？迄邓总算起是你的朋友呢，伊搁遐尼照顾你，当然我嘛是应该关心伊的啊。哎呦，关心是关心你家己的啦，莫在贴贴你这边过来。啊，好啊啦，恁两个兄妹啊，莫在搭嘴讲。阿囝，讲真，今年小妹这年纪有这种反应哦，算正常的啊。哦，更年期啦。啊，这原来啊。哎，讲人难搞。我心所爱的彼个人，棒棒棒！我唱的跟你无同款呢，哪会无同？明明是默默呼唤的钟声，不是？你即摆唱这个啥？因为你的第二春来啊！我哪有可能？无可能，我比予你看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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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！啊，那不是第二春？哦，真是的哦。你故作迄个杨姑娘，要阁甲我恢复婚姻的关系哦？有欢喜无？我袂瘾。胖哦，胖哦，阿云阁赞。好好，你各位。啊！你两兄还阁会晓享受呢啊！生意无做，我大家咧泡茶啊！无啦，爸，今几工也无生意，啊，阮两个坐到用要倒久，啊，无聊泡些茶罔啉啊。嘿啊！罔啉，好啉呢。赞哦！啊！你要求死啊！你要求死啊！我今日泡一泡上贵的当顶乌龙的啊！爸，咱家己的人三五时泡些好茶，享受一下哪会要紧啊？嘿，什么咧？有要紧啊？无要紧，伊拢爱本钱呢。下摆若要泡，伊管。你管你一罐50块的猛泡。哎呦，爸，
讲真轻的啦，咱地多的生理哦是愈来愈歹啦。嘛，咱改行好无？啊，改行？你讲的比唱的较好听咧啊！要改行，要改什么行？爸，我讲咱地多的生理来歹吼，叫一挂昏迷的来坐台，保证生理赞的。讲什么笑话你啊？应该是吼，歪人是歪波，应该。就是嘛，我咧少年都袂风流，是安怎去生到你这个唔正囝，这不吉啦啊！卖叫啦！卖叫啦！你叫我来这里是要创啥？坐啦，坐啦！哇，恁啊受气噶，恁要创啊？还有什么代志坐啦？慢慢讲嘛，慢慢讲啦。我讲啊，免讲啦。若要叫我甲用啊吼，我会让迄温妮的代志吼，死都免讲啦。我唔是甲你讲过啊，阮小姐吼，即卖脾气该有够多啦。哎呦，我淑女的呢，用的讲迄款的，你现车量表型的啦，看你要掂不？嗯，我跟你讲啦，伊的个性来改吼，迄阵我靠扛的是伊早就改啊啦。若讲牛啊，扛到北京同款也是牛啦。我甲你保证啦，阮小姐已经改足济足济啦。我跟你讲啦，你改婚吼关婚姻关系了后吼，你若要要求啥物，一定答应。我唔敢，我唔敢搁要求啊！敢那要求一个聘金200万尔，我就敢那落财呢。哎呦，我即摆若搁加要求一个吼，我敢会变干瘪嘞。时到伊若话讲爱干好财，哎呦，听到小姐伫底叫，害阮无闲通放尿，对无？啊，若讲这点我会用的吼，甲你挂保证，做你放心，你一定会种幸福过日子。免惊偌幸福啦，这一边吼为着退婚的代志吼，迄一世界的人大家拢知哦。啊，我若真正搁再好马出回头草哦，哎呦，我这面子要甲带去。哈，面子？面子一斤是要价值偌济啊？对啊，你小想看卖咧，恁家这个地已经是卖掉去啊咧，搁上解慢哦，一个月人就要叫恁搬厝啊咧。你无为你家己设想，无你嘛为恁全家伙人设想啊，对无？啊，免想啦，无汤匙汤啊。这这啊？什么都无汤匙汤？这俗语的简单讲，叫做“死狗死担当，无米煮咸鸡苦汤”。哎，对啊，对啊，个性莫遐倔强啦，啥物钱过啦？哎，若无一个月若够吼，人若要叫恁搬厝吼，你就再苦。哼，我是感觉因拢讲那真有道理。这当阵趁伊还佫要你治理吼，赶紧安尼嫁过，嫁过佫嫁一摆尔嘛，对无？那有啥？非得你顶摆着牺牲啊，对无？较忍耐的，搁牺牲一摆啊，安尼哪有啥物差别？对啦，较忍耐的啦，对无？你无想看卖，恁老的吼，我若老啊呢，我若无法度哪讨趁，啊，搁再讲恁已经厝卖啊，到时阵要住倒，莫去住破庙啊！恁安尼讲有道理哦。当然的啦，为着牺牲我自己，让阮老爸有一个收好大。嗯，安尼好，我答应。哈，答应哦，多谢。不过我有条件。是什么条件？第一。这边我无爱嫁伊，爱换伊嫁我。伊嫁哦。第二，这一摆的风波，为着退婚的案件，我足无面子的，我要甲伊要求遮羞费。哈？遮羞费？什么啊？这摆换我的嫁，而且佫甲伊说问好，我这话是倒会讲的是无？这倒会亲嘴讲，我一年了，绝对无问题啦。哎呦，想袂到，这摆倒会佫会这么啊巧哦，甲以前拢无同款。还是讲叫咱甲南方西门风哦，这我有那头一摆听呀。妈咪啊，这件代志你万请管，我相信倒会伊安尼做，一定有伊理由的。哎呦，你甲听看卖嘞啦，竟然会替倒会讲话啦，差不多啊。妈咪啊，你哪安尼讲啦？你就毋是叫人个性都爱改，人即摆真正改啊，你说呢？啊，对，爱改，安尼对。林总经理，倒下要叫我家说门风会用，但是一定爱讲一个理由。其实倒下嘛无什么理由啦，只不过伊是讲歹势讲，最主要是为着因老爸的代志啦。因老爸是毋是因老爸佫跋输囝？哪有可能啦，才跋输囝安尼早就改啊啦，谁毋知伊迄个厝卖去，啊因老爸也老啊，啊无通啊讨趁，啊要食啥？所以卖去啊，咱佫一个月人就要甲搬厝安尼，啊到时阵无厝头住，要住倒？住公园哦？想嘛是有理，嘿，这个囡仔实在真甘心呢。虽然是一个装卡囡仔吼，主读无多来讲吼，也毋过对老爸阁是真孝顺。你看，你都爱甲伊学啦。妈咪啊，我哪人知影弄唔对啊？你莫阁讲啊啦。妈咪啊，还是讲倒会为着因厝安尼，恁恁都爱甲伊斗三工啊。斗三工是好啦，还要用什么办法？
就照伊的条件，家己西门风，搁另外嫁怪。哈、啊，嫁怪哟、哦！要答应我的条件，负责要甲西门风要付我做小费哦。钱嘛，歹势啦，啊，安尼你定咧吃亏，我良心会不安啦。是啦，钱嘛，啊，你敢会真歹势咧？袂啦，哪会歹势？这是我家己欢喜甘愿的，也毋是恁逼我的。哦，啊，那安尼讲起来，我算讲是这粒地球上界有行情的达波啦。我做功夫，我做到吃饱了，拜托，莫给我溢出来，好不好？给人家管，我能够，你行吗？你可以，你可以，你行吗？你够。别来当了。来啊！就是啊，就是我不能够，我不行才被你欺负。好啊，那恁两个莫去背话啊啦。那阮妈咪也讲吼，不但要改西门风，而且阮已经白装要嫁怪。啊！白装嫁怪，别当。我是当当五笑以上的查甫仔，唔啦，即摆是已经加到六笑啊！我跟你讲哦，哦，恁讲白装要送哦，我就安尼甲恁收起哦，我唔。你唔？你唔通袂记得讲，啊，恁这间厝已经卖人啊呢？啊，阮查甫仔嫁你，啊，恁人阿婆要去住喺度？我的意思是讲哦，要送我，我袂瘾甲你收，我要用甲你买。啊，那安尼你拍算偌济要甲我买？唔看你已经白装偌阔。我已经白装来，我加起来要到两百平。啊，安尼啊，安尼无要紧，我也袂失你的礼，五万块给你买。啊。五万块？哈？五万块？你今天拢在跳芭蕾？无啦，拢相信啊，有行情的。我咧讲哦，强强要搁变阮爸母的。今仔日是咱私底下的交易哦，啊，你若讲要去讲有一个公证吼，得去了一个牵狗仔了，啊，得去了大师傅，要牵狗仔了偌贵个，卖一卖两呢，你看看你。嗯，来，什么代志？哎呀，你的代志我已经拢甲你办好势啊，对无？啊，无即摆我红包我给你。哎呀，这干点啦，稍安勿躁。好好，这我慢慢来表演。哦，你注意看我表演。那你在跳啥？在跳啥啦？不大不小。钱嘛，歹势啦。我那囝讲话拢学袂讲。讲正经的啦，迄五万块连要甲伊买一厝顶，干嘛无够？亲家啊，莫讲甲厝顶啦。我迄个条仔吼，逐季都拢代理借的，五万块一支条仔都买无够。黄阿姨，啊，我是要甲你买厝壳尔，我也无要甲你买条仔，遐条仔你做阵搬转去。啊，条仔搬走，你已经厝都落落啊。我也袂晓记一寡德公仔来吐了，看你卖啊，卖无？若无我开始赌命哦。五、四、三。好啦，决定五万买你。啊，妈啦！哎，董事长啊，小等下，你五万要买哦，我甲你出六万啦。哦，讲正经诶，你有够福气诶呢！娶到董事长诶大小姐啦，董事长敢若高生一个查某囝，伊若生过第二个哦，伊当阵甲我讲嘛是。讲啥物？搁讲一遍。我是讲，我头仔讲遐话拢全无讲。你咧乱来乱来呢？你即摆是当作阮丈母是猪母哟，搁生一个啊，互你做某。嘿嘿，阮丈母无可能搁，毋是啊，我是讲阮丈母更年期啊。妈，你无大无小啦。请嘛。啊，既然安尼吼，无就决定到阮两个搁结婚结一摆啊啦。安尼嘛好。我抗议。邓总经理啊，是阮要结婚嘞，毋是你要结婚嘞，你咧抗议啥？毋是啊，啊，伊个代志拢办好啊，对无？啊，我。哦，我就葡萄爸，恭喜你啦！我个代志即摆已经处理好势啊吼。啊，即摆吼就是吼，伊啊甲阮阿妹啊两个代志，看你有啥物意见无？意见是无啦，政策行情差遐尔啊多，你两百万对不对？也伊咧，即马佫断无头路，存款簿啊，43,000块。哎呦，我断无外滚出3,000哦。无啦，爸，你话明安尼讲啦，对不对？人讲一分钱一分货，行情无同啊。虽然伊是你的查某囝，我是你的。哥哥啊，你讲这话啥物意思？我偏偏就要加这个43,000块，你给人家管怎么样？我，安尼好啦。就决定和恁两个哦，同时结婚啦！啊，多谢爸爸，亲家啊，来啦！哦，有啦，吃一个甜嘞。有啦，出去就要念起，是讲哦，啊，讲要去公证结婚，啊，到今仔还袂倒转来，吼，足急的着。哎呀，
啦，莫急啦。嗯。我看吼，差不多啊啦，念咪就教啊啦。嗯，这免讲无急的，今日阮后生算阮正式娶某，啊，阮查囝也正式结婚，算个双喜临门。哦，我欢喜的呢，讲叫我莫急的，讲急到就惊我伤欢喜昏倒啦，结果害我倒只人娶，毋是同款。哎呀，急的人毋是干那你啦。那我姑查某囝今仔日嘛是嫁翁，我嘛是足急的了。来我就啤酒糖的你妈哦！海哥伯啊，人阮才无爱嫁，我要留来陪阮爸爸。哦，哎呦，讲到遐好听，当初爱华毋是安尼讲，但即摆咧，即摆毋是讲我咧嫁人啊。啊，我甲伊无共啊，对无吧？对啦，对啦，即摆无共哦，歹就歹讲啊你。哎，敢那有车声转来看喏？啊，车声，车声来啊！哎呀！二出的竞赛都有你的参见丈母，参见阿爸啊，免嘞，车坐，坐啦。四万三的竞赛参见丈人，坐坐坐坐坐坐。今仔日上界欢喜，安尼双喜临门，借这个机会，我先煞甲恁大家宣布两项代志。第一项就是讲。我要将我所有的全部财产一半登记给我的子嗣倒的。哇！财产一半要给我？是啊，多谢妈咪啊。还佫有就是讲哦，人俗语伫咧讲，讲查某囝嫁出是别人的，还我都干那这个阿勇尔，伊即马算已经是嫁乎恁啦。啊，我煞无半人。啊，我还佫有一项，就是讲，我决定要收市长的起来做客囝。哦，我你收个客囝？啊，你好啦，阿姨啊，我都叫你阿姨啊。算袂使。啊，我还佫有一半的财产哦，迄个一半另外佫再切一半，啊，送恁结婚的礼物。哈，多谢董事长，妈妈，多谢客户。对啦。啊，丈母啦，啊，你即摆剩迄一半，搁再下一半要互相。迄我家己做老西客。哦，对，算讲人啊，食啦，有当时啊拍一三麻将啊，以前十号啊，添一四十牌啊。哎，今日是中华夜咧。哎，恁查囝吼，会结婚囝。哎呀，阮查囝嫁恁客囝，生开是，我真想加起来咧，我一家人啊。是啊。对，所以讲哦，咱大家哦，祝因安尼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，天佑。Oh!